东路被一打二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继续连败，输一直爽，蛮横冲撞，塞恩老司机一场都没玩过，哎，有一场塞恩来喽，怎么这组合怪怪的，猫咪打野，所以他是要挂在葛雷夫身上吗？哦，抽狗吗？该不会他是养爹大绝技吧，挂在一个人身上，然后那个人一直疯狂刷野，然后他帮重击，应该是石头人上路吧。哎，我应该先空身出来的哦，空身出来死比较快，真的，猫咪挂在葛雷夫身上，哇，葛炮上路哦，我bam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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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， that's a character。哦，原来这个技能会破甲，干，我第一次知道塞恩的E会破甲。杀小啊，他怎么不见了？还是葛炮已经去挂机了？葛炮已经支撑不住去挂机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葛炮，葛炮去中路开送了，哇！我讨厌这么打人啊！蛮横冲撞！这葛炮超人还是蛮痛的。我们的战，他们的剑。Nice， 猫咪 ，Nice， 猫咪有深度啊！操，他妈刚好六等。什么代价？上波有大，这波又有大。什么也不是，你是活的了。这哥大炮好猛，中路被一打二，哎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继续连败，输一直爽。你会玩瞎子？你的命是我的了，感受到了吗？
拽什么啊操看这个是演员是不是啊你在干嘛啊神器鬼锁，敌人在打鬼锁的狂暴之刃，速度好像很猛。他他妈的大招还是歪的哎，他妈的戳狗是不是啊？他好多废物哦，然后又一个他妈提亚马特里辛哎，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。超魔塞恩来啦！干，靠不死啊！塞恩可以在死的时候开道具吗？我刚刚好像不能按这个。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焰。快跑吧！嘿，这翻也太难转弯了吧？这角色，杀小他一格都可以转掉哎、欸。超塔啦！太快了！推塔狂人塞恩又来啦！就这样吗？我要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呗！哎，这脚怎么难玩呐、啊？到底要怎么转弯呐、啊？别克！哎，他们也不投降哎、欸，看竟然是五个都演员是不是啊？
善 A 赛恩。啊，感觉旧版赛恩比较好玩。旧版赛恩有那个吸血，哎，不要赢啊！不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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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干怎么赢啊？赢了就不能每天都不打 low 了。这样还有，这样还有 A 加哦。这样瞎鸡巴玩还有 A 加，什么烂游戏啊？哎，没办法啦，赢啦，没办法再抽这些垃圾了，才两天而已哦。